我希望往后每年的今天，你都像现在一样陪在我身边。你话好多。哦，少喝点儿。你是怕苏娟的心脏出问题吗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就是你最近的态度跟反应让我有那么一点点不适应。我为什么会这样？你真的一点都不明白吗？我想覆盖苏娟在你心中留下的痕迹，可是你根本就不愿意从过去走出来。对不起，从一开始我就错了，我不该透过你去看苏娟，更不该把你当成她的影子。我不需要抱歉。乔静，我问你，现在在你面前的这个男人是谁？是苏娟还是古一？古一，你是故意。对不起，如果你不想这样的话。